进入广告。广告。腾讯视频 v.qq.com 网络链接似乎出现问题，你可以刷新或使用兼容模式播放试试。使用客户端播放不稳定，立即下载错误码 xxxx。我要反馈暂停。下一集0:00直播，2点弹幕，高清超清 720p 高清 480p 标清 270p 倍速 0.5x 1.0x 1.25x 5x 2.0x 倍速播放，在这里全屏到腾讯视频观看此视频。下一个即将播放取消广告。广告亚运会男篮铁将之方说，马布里传人赢生涯关键战役 50%、75%、100%。Miz00279YDN13 播放模式 Chromeos 分辨率 1920x1080 视频框高 848x480:50 视频协议 https://cdnavd9幺BF94BB701534865D1490A6A40VFMTCDNSCOM 下载速度缓冲质量真实错误码版本号 3.4.37 2018年8月28日10:05:04播放流水 B62563BB8BFD26115BF3ABA9CC977F7021 本地日志，点击下载，点击清除腾讯视频观看完整版亚运会男篮点将之方硕马布里传人赢生涯关键战役，按住画面移动小窗 xwindowpaosh.vv00279yg13img.http.news.gtim.g.com.news.app.ls05.1969640480 date 视频亚运会男篮铁将之方硕马布里传人赢生涯关键战役，时长约两分。方硕感谢队友的鼓励。腾讯体育北京讯文陈月泽，北京时间9月3日结束了亚运会之旅的中国男篮红队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并且受到了众多球迷的接机欢迎。在接受采访时，中国男篮红队队长方硕表示，自己在决赛的强势反弹离不开队友的鼓励，而他相信中国男篮也会在将来通过自己的努力重回巅峰。亚运后中国男篮世界杯12人名单更加惨烈，八人恐争最后四席，之前的多场比赛方硕表现一直并不理想，但在决赛对阵伊朗一役低迷多时的方硕终于迎来了爆发。谈及其中的原因，方硕说之前表现不好，教练和队友包括姚主席都对我进行了鼓励，最后一场的发挥和他们的鼓励分不开。在方硕看来，亚运会的收获不仅仅是一枚金牌，也更让所有人看到了中国男篮的希望。他说，中国男篮的热血、无畏、团结的精神，在落后16分的困难下，团结在一起，完成了逆转。有记者问方硕，明年世界杯是更重要的任务，亚运会冠军是不是让球队更有信心？对此方硕回答说，当然。中国男篮在一步一个脚印的前进，明年世界杯是更大的舞台，会让更多人认识到中国男篮，我们会努力重新崛起，回到巅峰。